每人排文一早就已经排成一条条的长龙，静心等待修女来临。诊所会颁定不同的日子，分别为男女病人服务。修女还要应付一个难题，就是提供家庭计划指导。这个是一项很花费时间和需要有无比耐性的任务。他们是麻风病人，一直以来被亲友离弃，任由他们自生自灭。没多久之前，情况开始有转变。目前透过这一班悉心照顾他们的人，麻风病人终于找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和勇气。好多人往往在入住之后才知道，现在的医学已经能够有效地遏止麻风病蔓延，甚至可以完全治疗。